大家好，我叫范星宇，今天我要给大家看做煎饺的过程。首先我们需要水，还需要饺子馅，我用的是肉和木耳，还需要饺子皮。先拿一个皮，然后在上面放点肉，不要放太多，不然就会漏，也不要放太少，不然会不好吃。再把你的手沾在水里面，然后把饺子皮的外边弄湿，然后再折起来。饺子都做完了，我们可以放在锅里烧了。先在一个锅里放一点油，然后再把饺子摆好。好了，饺子摆好了，在上面浇点水，把盖子放上去，然后把火开到中火。等到饺子的下面变棕色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放在一个盘子上了。哇，看起来真好吃啊！